所以我就躲在了一个桥洞子的下边。哎呀，我的美颜又没开，等一下啊！我不是小伙子，我是美女。就这样吧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十五分，欢迎来到九九三，看看我就在九九三，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期接档主播丫丫。大家喜欢我的，一定点一下直播室充值的。这里是电脑用户，这个地方是手机用户，然后送点爱心，送点鲜花，谢谢你们。
的眼睛滴落了。因为今天外面在下雨，所以大家都躲在这个桥洞的里边，干啥的都有。我本来应该是上一个的，上一个15分钟接档，然后后面因为他们有一群跳舞的，所以我就往后延了15分钟。大家喜欢丫丫点一下关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户外这个光线里开不了美颜，所以没有美颜能看见我的痘啊，我的妆啥的没有开，开不了美颜，就是里面太曝光了。大家喜欢丫丫的点一下直播室通知啊，这比较真实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手机用户，我接着去给大家跳舞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一个桥洞子的下边，不冷，还可以。悲伤心情我得大一点声。化作寒冰冻结我心，真的听不见。 我愿燃烧用生命。你们能听见这里边很吵吗？能听见的扣个一样，这里真的很吵着呢，而且这里特别的味儿，啥味儿都有，听不见呢。相信能听见扣个一啊，我把音乐关掉。因为我的麦克是屏蔽这里外面的杂音，就我能听见。其实我这音响太小，干不过人的，真的。大家对付着看一下吧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天气原因没有办法不。我愿为你放弃自由。
意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我的天哪，上一个吗？上一个叫西风，上一个叫西风，西风太吵了，我有的时候会听不见音乐，我的音响放了最大的声音了啊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啊，我是户外跳中国舞的，就是那种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灵魂舞者，不知道你们大家能不能看得懂我的舞蹈，用心看就好了，其实看不懂是吧，我要晃晃屁股的话就能看明白了啊。还有两分钟，这挺蛮很脏着呢，因为它这个是个桥洞，大家都在这个地方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，然后15分钟以后我还会再回来，大家没有点我的关注的点一下直播室通知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是手机户在这个地方可以开一下战爱团，然后送一点爱心，送一点鲜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最后跳一个舞蹈就下麦序，15分钟以后再回来。我脸脏了，我没有脸蹭地呀。我经常不穿鞋的啊，因为我的鞋烂掉了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过年前他不给发货。废话不多说了，接着去给大家跳舞啊，接着给大家跳舞。这个舞蹈应该是跳不完，因为每一个成品都在4-5分钟左右，跳不完，我跳了跳就下去了。15分钟以后再回来，大家记得等我，关注点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因为下雨，所以我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，大家理解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山窗推开了就再难，这依旧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，谁踩过枯枝清香，萤火绘着画屏香，为谁拢一袖芬芳，红叶的心间情长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，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